这茄子十块，我这四个茄子多少钱？我这四块五。哎呦我妈，六块五，看看确实少啊。尖椒也便宜不了吧？尖椒多少钱？8块。哎呀妈，不吃了。茄子多少钱啊？7块。肉饺子呢？肉饺子13、12那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啥便宜呀现在？这个13。哎呀，香菇也是。要命啊，这菜怎么整都吃不起啊。吃完了不知道什么。来个蛋。明天能买着，明天能够上买着，卡达都封了，菜都上了。卡达都封了，为啥不清零那么快啊？啊。昨个是清零的，今日呢，今天一个小时都没有电话。真是哈，那韭菜咋卖啊？韭菜7块。哎呀我的上帝。嗯、我的妈，菠菜便宜哈。菠菜都贵了，昨天我刚卖2块钱。是啊，那来吧，来点菠菜吧，菠菜炖土豆。来，再来点菠菜，便宜4块。这菜不像话了。4块。来一小捆韭菜吧，我妈包着饺子。有蒜苗，来我来蒜苗吧。我那韭菜不要了。我来3个蒜苗，5块钱3个，这蒜苗便宜。我就炒点鸡蛋。大白菜3块呀。大白菜咋都这么大呢？我先把土豆买了吧。土豆没有了，就那这些了。哎呀妈！过来一斤土豆。这些土豆也不好了呀，10块钱一兜子。哎呦，捡的不好啊。那就现在不花钱了都买不着啊。啊，都疯了。出力了。哈达咋的了？新闻，出命力了，哈达都疯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个要命啊！买吧那，真是的，赶快买吧，这整不着菜。土豆就这些了。哈达都疯了，啥疯了？这是要完了呀？不是，我还得要，搁这，我都你要疯了，怕块钱的吗？怕明天买不着菜呀。宰3块吧，白菜。宰子白菜便宜。这又来个白菜。3块。黄瓜是不是也很贵呀、啊？妈。黄瓜6块，来两根黄瓜吧。5块，哎，来，那这根黄瓜的外边火蘸的面条啥的，哎，有命。这韭菜不要了，韭菜不要，对，完了。香菇多少钱？刚这个解封健康监测多买点，俺就不出来了，再待七天完事儿了。白菜3块，来着。这一张手机谁也没找。来，给我上去。这儿呢，来。咱买了一颗。8块3，嗯，三根黄瓜8块3，18块3，嗯，18块3，我帮你记着。你那这个这样，18块3，嗯，23块3，嗯，23块3，加上那个茄子，23块3，加上6块1，23块3加6块1，29块4，29块4。29块4加上3块4，32块8，那还有呢？3块8，嗯，32块8加上17，49块9。哎呀妈，这点菜，还有吧？没了，49块9。小叶菊多少钱？当斤3斤10块。3斤10块呀、啊？给我装点吧。给我张10块钱，看这多少？找过去没有？找过去了。来谁的这个？我的。10块03毛。给我也来10块钱的呗。你们往后点站，往后点站着，往后点站着来。哪都一样，这举的都这么好。行，你给我装10块钱就行。那你给我装20块钱的吧。他4斤10块，跟那举的不是一个品种的吗？你给我装20块钱的吧，买一趟咱就不下来了。给我装20块钱的，手那么好，你想找这朋友都没有，大姐，你不用动手了，你后你后前头都不动手，你后动啥手呢？你说，哎，你不用了，我都挨着找，你一瞅，大家伙瞅呢，跟谁也没亲没后这玩意儿。香蕉6块加农的，在这儿呢。啊，好了。哎，小橘子呢？小橘3斤10块。买点菜。草莓12，哎，10块钱的了。啊，那草莓那好吃。香蕉6块加农的，太贵了。12不贵。12还行，今天草莓不贵。那这小草莓，小草莓10块1斤，10块钱的。你瞅一下金肉就完事儿了吧？这也10块，都10块啊，都10块，都10块。要哪个哥？要这个？啊，姐们，今天都抢了，咋整？明天得翻一番这东西。卡达都疯了，啊？卡达都疯了，不没事了吗？都清零了。20。
来，哈达疯了，现在幺幺。那个钱给你了啊。那你们消息准确呀？准确，100%准确。哎呀妈呀！上哈达都疯了，都跑龙园去了。龙园不没事吗？35个。我想来一盒草莓，这个盒吧，里面也里程价都一样吧？14哈，好。又来一盒，来。哎，这出租车也没有生意，搁这个摆点橘子卖呢。门口摆的橘子，这是4块钱一斤，多不容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仲荣姐。这今天我们是第8天，然后允许下来买点菜啊，但是码是黄码，咱去不了超市，不能上密集的地方。然后家里的确也是什么都没有了，昨天唯一点油菜都吃没了。刚才上这个我们这个街边上这个有这个外面摆的，咱买点菜确实可贵了，特别贵。说啥的都有啊，现在我买点，然后现在这点也坚持不了一个星期，能吃几天算几天吧，然后上去再消停待7天就好了，咱别添乱。刚才看看大街上也确实是可清亮了，就买菜那地方人多呀。咋买这么多东西呢？买的菜就跟抢似的，买点咱们不下去了，咱就吃几个。现在不解封了吗？还买这么多呢？哎呀妈呀，说啥的都有啊。咋的了？哎呀，还是买了安全。哎，哪贵呀、啊？菜，简直都是太贵了。这橘子真挺甜，那人真得骗我。他说好吃，收银三天来说就好便宜水果了。挺好吃，粑粑干就涨到6块了，那太压秤，吃不压秤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